对，没错。提揣子，出特别好看的情景喜剧，计时开始。你好，李焕英。情景喜剧。确实已经开机了，已经开机了。作为你们的老大哥，跟你们扯这个是干啥？你干啥？你出啥力了？答题答题没答，算算不吃，你来块面包。我一定是这道题，我先垫一垫。行，没有。有是没有？爸。我的妈呀！想要飞，却怎么也飞不够。瘦了，这也真是。现在小燕子穿衣服吗？为了赢，让你关机，你不关机。让你关机，你不关机。老子吃火锅吗？老子，你问问他，他穿花衣不？吃火锅。悟空那咋唱来着？我要这铁棒有何用？人名呢？十秒内哈，好，王牌家族从小童开始，速度出来，速度啊，速度，速度也很重要。提醒一下啊，提醒一下，请说出啥呀？美若天仙的影视角色，计时开始。小龙女，黄蓉，王宇，陈哥，刘哲，赶紧停啊！时间到了。不是小龙女，不知道留给姐姐。姐姐，我错了。杨迪，请听题啊，从你开始，请说出常用的家具名称。开始。电视柜。扫把。对，没错。皮揣子。皮揣子是家具。我听你这就不对了。我用扫把，他用揣子。每个家庭的这个家庭条件确实是不一样的，对他们来说那就是很好的家具了。生活拮据。来，从小童开始，家具名称，计时开始。橱柜、茶几、床、沙发、衣柜、床头柜、酒柜。这个提问是寻常的家具哈，酒柜普通家庭没有专门拿个。谁说普通家庭了？酒蒙的家庭也很普通，那你们就七个酒柜就可以了。太紧张了，我一玩游戏我脑子就空白了。要不要调座位？调。我到你这儿来，你这儿时间贴得紧，你发现没？从你这儿来。我先来啊。对，那简单了啊。王牌家族要不要调座位？调座位啊，那他俩换一下吧。行，咱俩换一下，再调，来，我俩也换一下。哎呀，真的是，哎呀，哇，王牌家族四个人的座位都调整了呢，都调整了，我们都调整了。好，王牌家族，那就是从花花开始啊，请说出特别好看的情景喜剧，计时开始。你好，李焕英。情景喜剧。确实已经开机了，已经开机了，马上开机了，开机了。赛罗特烦恼。在你眼里这都是情景喜剧。家有儿女我爱我家，闲人马大姐这种。你写的那两个戏也不错。啊，老乔家。咋的了这是？没有用，来吧。行。请说出反派的角色，来，计时开始。那简单了。容嬷嬷，灰太狼，牛魔王，铁扇公主。来，让你们看见识见识我们王牌家族的心理素质。什么叫做又稳又快？好好学一学。行，来，王牌家族，请说出大家熟知的影视剧 CP 组合，计时开始。邓超孙俪。邓超孙俪啊，影视剧里的 CP 组合。不让你说真正的夫妻俩。杨过小龙女是这意思吗？对。来，再来一次，计时开始。杨过小龙女。我叫黄蓉。想走了。黄蓉谁和他才媳妇儿？山菜和石榴宝宝和黄蓉。这是我们王牌家族的心理素质。你看的是哪里的番外篇啊？不是，我心里就想了两答案。皇上欠针灸啊。我心里就俩答案，一个你看
说完了，我要疯了。好，王牌家族角色名称当中带有颜色，来计时开始。白晶晶、黄飞鸿、白素贞、黄蓉、阿紫、黄飞鸿，我这俩色啊。这个黄飞鸿有黄有红。我第一轮说的是黄，我第二轮说的是红。你说的那个黄飞鸿是花生黄飞鸿，还是那个红？人家真正的黄飞鸿是三点水那个红。你怎么知道我说的不是花生？角色啊，角色，这不能算分的。他说的花生，喷了。逮着了，还想怎么样？喝酒想拿针扎我吗？我现在真的就是日渐状态渐入佳境，都快结束了。你渐入佳境，那血栓马上就通开了，都要结束了。请说出影视剧作品的名称当中包含有动物，来开始。智取威虎山，有虎。雪山飞狐，疯狂动物城。神雕侠侣，射雕英雄传。动物世界，雪豹。等会儿，疯狂动物城和动物世界含哪个动物啊？所有的动物。这就相当于什么蔬菜园里有什么蔬菜。比较领先的是王牌家族啊，赢一晚上，稀里糊涂赢一晚上。第二个玩法是这样的，我们会给你们放电影或者电视剧的 BGM， 双方举手抢答，四个人要分别对应的说出这部作品的名称、两个角色的名称和说出至少一个主演的名称。太难了。第一个 BGM， 请出音乐。天儿破，帽儿破，身上的袈裟破。腾哥最快来。济公，游本昌。错了。咋了？要有顺序不是？对。哎呦，你们俩说，你是说你说济公，济公，观音菩萨，游本昌。咱们好像不举手反而答得多，只需要答出最后一个就行了。来，所有人做好准备，请出音乐。亮哥，那个什么事儿啊？你宰相刘罗锅，我一上来我就知道，我小时候吃了好几遍。刘罗锅，这刘罗锅了，这边乾隆，来答题旋转移。乾隆，宰相刘罗锅，刘罗锅，和珅，李保田。果然先举手的要输。来继续。左的，往右的。花花最快。家有儿女。流星。下雪。下雪。张医生。干嘛？张医生，我刚想起个范儿。张医生。干嘛？小童，你这提醒我都听到。不是杨子死了。这个宋丹丹，郭亚林，郭亚林，高亚林，别说了，还得罪人。获胜的老乔家，哎，恭喜！今天晚上加一个红烧肉。这个小品由胡宗奇导演。黄宏、巩汉林、林永健表演，2005年央视春晚的作品。装修，八十一锤。对，这大锤吗？大锤呀，八十。可以开始压大蒜了。王牌家族压三瓣，三瓣蒜。腾哥，这个作品我们太熟了，我们 all in。完了，不用吗？有点收心。万一呢？我们年轻人多，你太可怕了。咱先小试牛刀。是，这一共就这么点，算吧。再给我来两个蒜辫子。开始压大蒜，六瓣小蒜啊！第一段视频请播放。大嫂，我本来不想过界，只是想套一个壁橱。你套壁橱啊？我们家壁橱刚做好啊，我正扫灰呢，好嘛，一个大腿抡过来了，幸亏我躲得急眼。下一句，要不这脸就破了相了，你知道吗？
德，我们连口音都学出来了，学得像，是吧？抢答的意思是先举手，先举手，先自罚一半，来来来来，自罚一半，先自罚一半，先自罚一半，先自罚，先自罚一盘，自一半，一半一半，自罚一半。太大了，这个有点，这是啥，这是啥大小的大老爷们儿，你这啊哎呀，咱们认赌服输好吧。爷们儿，爷们儿啊，爷们儿，说答案是什么？幸亏我来及时啊，要不我这脸就破了相了，你知道吗？答的不能算完全对，腾哥他答的不对，就还好我躲得及啊，要不幸亏我躲得及啊，要不我这脸呢就破了相了，你知道吗？有没有那个字道吗？没有，没有，不用那么长吗？我要把这演完吗？就那一句啊，那是完整的一句啊。没有知道吗？没有，你知道吗？破了就破了相，就破了相了。没有知道吗？有，有，别告诉他。反正啊，我们不知道那个林永健老师有没有。如果我们自己写这个作品的话，不应该有，不应该在这里。后面得稍微有点挡了。对，我就破了相了。看一下有没有那个字道吗？啊。好嘛，一个大腿抡过来了，幸亏我躲得及啊，要不然我这个脸呐可就破了相了，知道吗？知道吗？得嘞，确实，要不包包可能更响。哎，主要是林老师当年演错了，是吧？吃对方的三瓣蒜。这样吧，通常遇到这种情况呢，我觉得我们家族应该用一个投票制。可不可以？可以，你是真的长大了呀！内讧，投票我真是觉得还可以，但是我认为，因为腾哥这种资历，我觉得他一个人有一票否决权，好不好？作为你们的老大哥，跟你们扯这是干啥？哇！干了呀！快快快，给他个面包吃，快给他个面包吃。快点，快点，快！你就是为了吃那块面包，你也不至于，你也不至于抢那个筷子。我们下一题了哈，来吧，来吧，来吧。三头啊，听一下提示：1992年央视春晚小品，是已故的著名表演艺术家赵丽蓉老师的代表作之一，小品中的经典之作。准备抢答，请播放视频。今天要是不给你玩两下，你也不知道啥叫高层次，啥叫新生活。我交叉你也看着，哎，看着呢。什么叫堂客？哎，记住了，堂客就是趟着走，他趟着走，挺胸收腹，把腿抻起来，啪嗒。堂客就是堂啊堂着走，三步一窜，那么两啊两回头。堂客就是堂客，堂客走。啥玩意儿？路边一回，我知道啊。哎，他们俩好像抢答了是吧？我俩刚才都演了一遍，就给他俩换下来。哦，这换下来，换下来，快！答案是，五步以下摇，六步一着手，然后你再堂客堂客走。对。好，这个作品就这么定了。导演，总导演说了。我提醒一下，最后还差几个字儿。这叫堂儿。这叫这奏这奏叫堂儿。奏不奏？奏奏奏奏。唐人奏奏啊！唐山，我是唐山人。奏奏必须奏。奏，请蔡老师的奏奏奏奏奏奏奏是。定没定？绝对不是，没有。走，走啊，走！我们不走，我们不走，我们不走，准你们不走，散朝。现在的关键就是有奏没奏，请拨答案。没奏。三步一窜，那么两啊两回头，五步一下摇，那么六步一招手，然后你再堂啊堂着走，这叫堂个。呀，耶！我告诉你为什么，我知道没有奏，有奏逻辑是不对的。
巩汉林老师说这叫堂客，你说你这奏叫堂客，这不对，逻辑上就错误。哦，这叫什么？吃对方的三瓣蒜。我们这三瓣跟这三瓣怎么吃这边的啊？吃这边的。哎呦，他俩才爱吃蒜呢。你说坐着多好，上来这揍是揍干啥来了？五瓣吧，三瓣，五瓣了。后面有可以加一瓣吧，四瓣。四瓣，那这边也加一瓣，行不行？来了啊，下一题啊。来，请听提示。这是由冯巩与郭冬临表演的相声。先举手啊！这个作品在2000年的春晚上播出。你应该知道啊。我差不多。到我了。哎，到你了。成人来了，那是刚出来。他应该知道，那是。不是，一会儿你这么说，一会儿我万一要不知道，麻烦了。来吧，请出题。外国就不刮风吗？你说什么？外国就不刮风？刮几级？一二三。哎呀，我们这边明显快点。我不知道情在这儿，你俩懂点事儿啊。哎，懂。会吓唬人家。哦，一二三四五六七，啊呀呀。你是故意唱跑调了吗？你是故意唱跑调了吗？啊，跑调了吗？一二三四五六七，对吗？啊，没有呀，没有呀。有没有？有啊，没有啊。一二三四五六七八，没有我都知道答案。答错了。错的他应该是一二三四五五六七呀。七呀有啊，我刚才七呀七呀，他没说呀，他们还没说。主要是没有哦，也没有哦，对，接一下，没有，前面他接的他上的哦，对，前面也没有，有了，没有哦，往前倒一倒，往前倒，你答答案，你答题干干啥呀？不是，他在找这个调。对呀，你们这是耍赖。麻花的会计，给海银海宝结账。哎，不带这样的，沈腾，你再。哎，没有，玩呢我。咱看有没有压。外国就不刮风，刮几级？一二三四五六七呀。没说七压。七压。哦，所以他有七压是吧？七压有七压。是有那个压的，四瓣啊，四瓣。哎，不是，哎，你看。你怎么都拿走了，也不给我们留点？哎，算了。下一题啊，请听提示，这是一个1995年的春晚作品。95年的，由赵丽蓉老师、巩汉林老师、孟威等进行表演，还是四瓣啊？我就问串儿来没来嘛？串儿，骑手正在接待。骑手回去吧，正在。请出题干。哎呦，多么新潮啊！感觉怎么样，感觉啊，感觉他咋就不像我们唱评戏的呢？赵老师，这怎么会不像唱评戏的呢？就这样了。哎，这确定不知道。举手。啊，答案是。不是，大兄弟啊，总务总统总监。看一下是不是正确答案，来，请播放。赵老师，这怎么会不像唱评戏的呢？不是，大兄弟啊，什么？不是，总务，总监呢？回答正确。哇，对了，这个挺厉害，这个挺厉害。来吧，四瓣。最后一题了，自己决定放几头。你俩来。
个人多把力气啊。你俩得来了，你俩尝尝来。请听题干，这是一个由马季老师编剧并表演的单口相声，1984年春晚播出。鱼肉牌香盐，哎，不是，你把面包给人放回去。你干啥？你出啥力了？答题答题没答，算不吃，你来块面包。我一定是这道题，我先垫一垫。答不上来，先表示一下愧疚。请看题。我们宇宙祥源，历史悠久，经验丰富，设备完善，技术一流，请您记住电报挂号1退6-25。14625，24680。不是，它前面是马老师。24680。不管三七二十一。对。哎，明姐。不管三七二十一，来吧。那我就知道了。你们确认不？我们还有不一样的。电话不管三七。电话不管三七二十一。不管。电话不管三七二十一。电话不管三七二十一。别对视了，你俩没生出来呢都。那个一岁，那个三岁，你看啥？这么经典的节目，前天我们还在看。那你告诉我答案。答案。我明确一下啊，刚刚说的是电报挂号1退6-25。对。电话号码有没有号码两个字？我们是有号码。我没有号码，没有号码，没有号码。不是，你看你对账啊，前面是电报，前面是电报，不是，你听我说完。你先听我说完，咱们别再挑爷爷们的错误了，好吧？先说呀，对账应该是怎么样的，腾哥？对账前面是电报挂号，那这个就应该是电话号码，这叫对账的。马东老师说是有号码两个字，那就有。有没有？有。没有。有是没有。爸。我的妈呀！有没有啊？真答应你了，你说该咋整？我这作为徒孙辈的，我这膝盖都准备好了。有没有号码？电话不管三七二十一，还是电话号码不管三七二十一？电报挂号1退6-25，电话号码不管，没有号码，没有。如果有，算我爸演错了，好不好？哎呦，这话就他敢说，谁敢说？是啊，我不敢啊，我。来吧，看答案。电报挂号1退6-25，电话不管三七二十一。请吃。哎，不要，先不着急吃啊。我给一个追加题，你们要答对了，咱们就算打平。行，好，很简单，就这个作品的名字叫什么？宇宙牌祥盐吗？不是。你要能答出这个来，你就是真熟这个作品。这个作品不叫宇宙牌祥盐，所以它叫……我看看啊，等会儿，宇宙牌，能想不？那就叫下海小买卖，一盒宇宙烟。第二件，一笔小买卖。就这点还指导我师爷。一个推销员。哎呀，一个推销员，一个推销员，你这一说还是有印象。这个是不是吃的心服口服？心服口服。后来传承宇宙牌香烟，因为这句话大家特喜欢。五瓣。哎呀，你们吃啊，快！哎，你难道没吃过大蒜面包吗？你把它塞到那个面包里面，这样呢，你就当你是吃的是热狗。我的好弟弟，好，我的好妹妹。一个湖北人一辈子没吃过这么蒜。你们要回答的是什么呢？来看一下大屏幕，请发出90年代的声音，就是这个声音发出来，你一听就知道是那个年代的。啊，贾玲，从你开始。我
这小霸王其乐无穷啊。小霸王，对，这个是的，继续。韩雪在想，赶紧想，赶紧想，赶紧想。哎，等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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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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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什么？根本听不出来。当当当当，超级玛丽。玛丽是我们这边的。玛丽姐。棒棒。啥呀？一锅爆米花。啊，这个可以，这可以。这个真可以，这个真可以。我来一个呀。洛桑，洛桑学艺，那个时候超火。啥？不是收音机？啥？收音机调频的那个，嘶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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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声音。这个啥时候都有？对啊，90年代我们才。九十年代尤为显著，对，没错，那时候调广播调台的声特别是对学的特别像，对。你这个太牵强了，不算。继续，收音机有了，烧开水，鞭炮吗？电视机，雪花电视，对，不像，你都猜出来了，你还说不像？学的太像了，这个真的学的太像了，对，这个真的，我的妈呀，真的，我仿佛看到了是那台电视，我都沉浸进去了，真的是太厉害了，苍天哪！继续，砰，砰，这贾乃亮这个就不知道是什么了，二踢脚，真的很像。别学我！过年放烟花，对，差不多那个年代，是吧？啪！小鞭儿，这就是真相，这个像，这个像，像像像，必须懂。对对对，厉害厉害！你们好多准备哈，有的是，啥时候都放小鞭儿。冒牌家族这题没答对，我重来一个啊。好，的摩托，哎呀，太厉害！对对对，太厉害了！还在踩的一脚，砰砰砰，砰砰，砰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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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没有人夸腾哥学的像，腾哥又学一遍。刚才我怎么捧你的？接下来换题了啊！好，这轮座位换了之后，两队要比赛接歌。根据我给出的主题来进行接歌，我的要求是，请唱出歌词里有不满情绪的歌。举个例子，为什么你背着我爱别人，超不满，对不对？就这样的歌。王牌家族，先你们这边。你伤害了我，还一笑而过。好生气。到你们了，时光队。慌慌张张，匆匆忙忙，生活不该就是这样。难道说活着？我真的还想再活500年。不满，很不满，很不满。只觉得自己被王八比过去了。这是一种不甘，但不能是不满，我觉得。你看他80了唱这首歌，那叫不甘。现在就开始唱，这叫不满。对吧？时光队，我是不是你最疼爱的人？你为什么不说话？哎，好听。那人家说是，那你不就满意了吗？你把它唱成愤怒。我是不是你最疼爱的人？你为什么不说话？对对对，有了。想要飞，却怎么也飞不够。哎呀，太瘦了，这也真是。如果说你要离开我，把我的照片还给我，对吧？啊，可以可以可以。
蓝天里走耳朵当一毛蓝天里当耳朵西红柿呢哎呦这首歌最后还有一个哇时光队，你总是心太软，心太软，这是恨铁不成钢。把所有问题都自己扛，你这是夸人家呢？这有啥不得劲的？这个不算啊。对，不是对你不满吗？你总是心太软呢？啊，你为什么所有的问题都自己扛呢？不是，你这个像一个那个知心的大姐姐，对。你总是心太软，你咋能所有事自己扛呢？就是啊，那拿我太不当外人了，他拿我当外人了。喷，跟必喷。继续。那个一来，如果你不喜欢听我的歌，请闭上耳朵。哎呀，这个太烦了。如果你不想听我的歌，如果你不喜欢听我的歌，请闭上耳朵。哎呀，不是这样的。哎，这太烦了，这个。这首歌以前花花写的时候就是为这不满写的可以时光队我来哎呦 everybody 在你头上暴扣 no fly 我根本不是爱豆管你什么想法我是我自己的表达沉默不是代表我的错、啊分手不是唯一的解脱刚刚还那么洋气、啊、对刚刚比较洋气突然全是网络歌曲了现在我有当初是你要分开分开就分开这可以这可以我们的爱过了就不再回来直到现在我还默默的等待怎么还等呢没有还等啊不是那你自己等的你来谁好了这轮答题到此结束开始舒服我在沙发里沙发宋代没有那我也唱一些现代的东西骑上我心爱的小摩托它永远不会堵车蒙娜丽莎她是谁她是谁啊蒙娜丽莎也是古代的呀蒙娜丽莎你是哪个朝代啊外国古代的我和你吻别在无人的街吻别也有不是古代人还敢在街上吻呢也能有总有几个洋气的路边的野花你不要采古人老采野花古人只不过是野花的定义跟我们不一样不是古人时候只有野花你想采别的还难呢赶紧你们还赶紧谁上胜得续上变形金刚随时变形状啊那我还知道了呢、哦、葫芦娃葫芦娃、哎、开始唱儿歌接歌了小燕子穿花衣等一下古人为啥打我呀古时候也有小燕子不是小燕子为什么能穿衣服呀现在小燕子穿衣服吗不是古人他能理解小燕子穿衣服吗燕子会穿花色的衣服吗燕子不是黑白色的吗小姐是一个比喻别狡辩了语错了为啥小燕子穿衣服吗你给燕子穿衣服吗比喻那是一种比喻很严谨很严谨内讧了内讧了燕子会穿衣服吗你给他穿呀你说说怎么回事我错了认了认了认了行认了行不能瞎喷我们这个挺难的再想想就快没了我觉得我知道了我承认都是月亮惹的祸月亮为什么会惹祸不月亮为什么会惹祸涛姐你理搞清楚这个涛涛一下就暴露了那些歌词啊你都没理解月亮为什么会惹祸我们现在唱的是古时候没有的东西古人不能理解月亮怎么会惹祸呢古人还射太阳呢别说月亮了对那个丢掉电视再丢电脑我剪断了我的发剪断了长发剪不不不剪短头发了
哥穿衣服吗？花哥一下就暴露了，那些歌词啊，你都没有意思。过去和尚，和尚都剃秃了。睡在我上铺的兄弟上。古时候怎么就上下铺了？很多时候啊，哪个你上下铺？肯定有哪儿？这你都不知道，杨迪，那就真能证明你之前答的题全是偷的。古代有上铺你都不知道？你偷什么呀你？给我哥气的！你脑子给我气爆炸！你脑子里掉东西出来了。摇晃的红酒杯，哎，摇晃的红酒杯啊。有，你不知道最早出土的玻璃的红酒杯是战国时期，战国水晶杯是吧？对，那我要不我就为了赢，为了赢，让你关机你不关机，让你关机你不关机手机，那会儿加油，绝了。让你关机你不关机，你差点哈利波特起身扫帚飞，这个也不理解，哈利波特骑着扫帚飞可以。好，我们根据被喷次数最终宣布一下，这一轮获胜的是王牌家族。刚才那轮被喷次数相对最多的哈，涛姐。哦，对，涛姐的尤其吓人。涛姐可能是没理解题目，不是月亮惹的祸，你惹的祸。涛姐，你感觉一下，你的假睫毛都喷丢了一个。从那个小燕子穿花衣开始就。小燕子穿不穿花衣到底？穿。冬天还穿两件呢。穿毛衣，里边那件相对素点。穿棉袄。只看不过瘾，那就下载会玩 APP， 随时随地都可以玩到王牌同款聚会游戏。这轮要答的是歌词中要带着古人的名字。古人的名字。我不是黄蓉，我不会武功。你把下一句留给了对方。我不要金哥哥。要是能重来，我要做李白。耶、yeah ！哎呀，好听吗？我好像唱过这首歌。曹操不啰嗦，一心要拿荆州。Wow。 曹操。等一下。老子是火锅，你是火锅底料。哎呦，老子。老子算的，涛姐说句老子吃火锅，那个我作为四川人我必须要说，那个是我的意思。你们就能算吗？这个只要解释得通，我觉得那老子也吃火锅。对啊，老子不吃火锅吗？老子你问问他，他穿花衣不？吃火锅。原来一无所有就造作齐天大圣。有吗？有啊。古巴比伦王颁布了汉谟拉比法典。古巴比伦王，我那这个算吗？那是人名吗？人名啊。古巴比伦王是个称号，古人。古巴比伦王颁布了汉谟拉比法典。古巴比伦王，主要说古人。咋的啦？涛姐，你在说什么？我在唱歌。这首歌叫《爱在西元前》，是周杰伦的一首歌。古巴比伦王朝，汉谟拉比法典。对，汉谟拉比。好吧。那个什么，等我，都让我笑话。涛姐笑我笑的呀。等我一下，三二一，开始。悄悄问圣僧，女儿美不美？圣僧啊，别冲，对冲我。什么东西啊？圣僧。行，可以。蓝脸的窦尔敦，倒玉马，红脸的张飞笑喳喳。张飞确实没唱过。啊，这个喷错了。谁喷的？红脸的关公战长沙。哎呀！
差点笑晕了，高姐笑晕了，高姐笑晕了，咋了？他在哪个节目里笑晕的？王牌对王牌。我们王牌这么久以来，终于有一个人在我们节目上笑晕了，笑趴下，笑趴下。蓝脸的纤维啊，来一个。白脸的曹操欠我们三个。不是你这食人牙慧，你这怎么就喜欢吃人牙慧？欠我们三，快点。哈利波特骑着扫帚飞 ，sorry， 这个不算吗？哈利波特不是古人。哎呦，哈利波特你没看前传啊？再前传也没有零几年。哎呀，那三千多年了。他确实不算古人。对呀、啊。白龙马蹄儿朝西，跟着唐三藏他向哪里？用不用我再压一首？压！刚刚曹操补上。悟空那咋唱来着？我要这铁棒，我要这铁棒有何用？人名呢？这里没有悟空。这首歌叫悟空，歌名叫。算我没压。来，一起来。我们没有一个歌手，我们，哎，那个米开朗基罗怎么唱的？米开朗基罗不会唱，有啊，不会唱，怎么没有这首歌？一定要让我上去唱米开朗基罗，我不知道怎么唱。米开朗基罗呀，这个。哎呀，没歌了，古代人。输了，没有了，可以了。输了，没了。能撑到这儿，我跟你说，全凭着各位的那个文学修养。是不是可以这样啊？叫一声佛祖回头是岸那个。刘涛太搞笑了。我告诉你说，现在喷气儿的人不能听你说话。涛姐，结束很久，结束了。还停留在喜悦当中呢。根据主题设置的要求，王牌家族干净利索拿下比赛啊！